家有没有买到蛋啊？哦，最近秀秀又买到几盒了哈，但是蛋荒是不是终于有解了呢？农委会主委呢陈吉仲他不是一直拍胸脯挂保证吗？不会缺蛋了，但是真的不会缺吗？三月中旬他说鸡蛋不足的问题马上能够有改善，要从美国、从日本、从澳洲来进口鸡蛋，他说可以解决每天呢缺蛋7000箱的大困境。陈吉仲说呢，从日本还要进口300万颗，还特别强调说，这次啊不是禽流感疫区的这三重县，他因单一的畜牧场是进口的，而且只是用于食品加工上，他认为食安没有问题。第三个当然进口，那我们的专案进口，我想澳洲、美国的蛋陆续进来，日本也进来，那尤其是日本，到三月底前，每个礼拜都会有鸡蛋进来，我们预计进来的总量至少有300万颗。那在日本的部分，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鸡蛋的这个进口，第一个，按照卫生部食药署的规定，可以进来台湾的国家只有3个国家，就是美国、澳洲跟日本。第二个，我们日本这次是专案进口，那进口里面的地方呢，就是来自三重县的只有一家的畜牧场，那一家畜牧场就提供我们300万颗。第二个，它进来的这个部分呢，是有依照 OIE 的相关的规定是采容领的，所以它进来的畜牧场的那一家，离最近有禽流感疫区的地方的距离，至少超过150公里，这完全符合 WTO 符合 OIE 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另外也依据到我们的动物传染疾病条例以及动物及动物产品输入检疫条件的规定里面，它有一个授权可以来办理这样的一个紧急进口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在进来之后，边境上卫福部跟防检局会再次的针对食品安全跟检疫的部分来做到100%这样的一个要求。最后这些的蛋呢都会进入到食品加工厂的部分，那我们跟食品工厂是以蛋换蛋，让食品工厂使用的国内的蛋呢来提供给国人来使用。注意喽，台中的弱势学生有福喽！市长呢卢秀燕宣布，因为呢物价齐涨，所以学童的安心午餐费也要跟着涨价喽。好，4月1号开始安心午餐券，面额从50元提高到65元，估计有20000多位的学童都受惠，补助的金额6都之冠。而学生呢，你可以到台中市的5大超商来兑换。今天要跟大家报告，台中市我们的这个学生数啊，那高达30几万人，是全国第二多。那30几万人的这个孩子们当中呢，有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平常在学校里面，我们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到了例假日跟这个寒暑假呢，我们会给他1张50块的安心餐券啊。那每天呢，他可以在全国5大超商1300家。的这个超商里面去兑换这样的一个午餐。那可是现在物价高涨，原来50块钱的安心餐券已经不足以让孩子们拿到一个便当，所以孩子们有时候领面包、领饼干等等凑数，我们看了非常的心疼。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心餐券由现行的50块钱提高为65块钱。那因为我们是大量招标，也因此呢，预计孩子们我们提高到65块，孩子们大概可以吃到72块到75块钱一餐啊，那让他们能够吃得饱，那吃得好。那我们现在正在跟这些超商哈进行这个谈契约当中，那我们预计4月1号儿童节连续假日开始之前呢，那我们就会实施这样的计划，4月1号开始，让孩子们哈他的安心餐券从现行的50块提高为65块，受惠的孩子大概21000人左右，那会增加我们的预算大概是5700万元。那虽然增加预算，那增加台中市政府很大的经济财务负担，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孩子们吃得饱啊，至少要能够拿到个便当，有菜有肉有饭哈，还有其他的这个补给品哈，所以我们已经做这样的决定。